进来的。我门没锁、啊。你偷吃我糖了？这桌上几粒糖你都记得？这些都是被拐卖人的画像。多画，说不定哪天就有线索。进。陈烨，张局找你。好。可以啊，程队，果然在日落前破案了啊！三小时结案。哎，水一呢？还没回来呢？没有吧？可能案子不好破吧？哪来的三只眼的强奸犯？哎，何老师，听说你去凤池那儿帮忙了。检测结果刚出来，我正要通知你。怎么样啊？谁呀？行不行？你要不放心，跟我一块去看看呗。我自己这案子堆得跟小山似的，哪有时间管他呀？喂，沈毅。哦，结果出来了，不过没有什么好消息。像是某种动物，要不就是抽象拍的画。哎，陈磊，突然看，这什么呀？也不知道谁画的，也太丑了，是吧？丑吗？这还不丑？你看眼不眼前，嘴不像嘴，鼻子不像鼻子，整体画的三个小孩。哎，陈老师，你快看这画，你能看出来这画是什么吗？专业，你看。像吗？画画的人，他脸抓得很准，挺有天赋的。这叫有天赋？你开玩笑吧？这画的不都是我画的呢？什么呀？这是？你闭嘴！真的，你有天赋，逗你的。